前面的就帮我，就是，就是我们每件衣服这边都是我们用带过，他这件衣服本来就黑的。OK， 好，就是嘴巴就很热啊。然后呢，转头呢，有种东西叫毛巾，对，不用太麻烦，这样子没错。我只这样你，你以后自己花钱买衣服就好了。这很耐穿啊，买黑色的就不会了。没有。